基隆市前立委谢国梁25号下午获得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征召，参选年底的市长选战。而共同被提名的还有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南投县长候选人许淑华。基隆来说，如何在就业上逐步的在地化，是需要跟未来的万安市长一起来合作。台北也有台北的需求，对于内湖科学园区现在是相当的拥挤，基隆未来我们所打造的就业基地可以跟台北来共同合作，所以我们一起努力把区域上的整合做好，未来要跟万安市长跟侯友宜市长一起努力的这个防疫慰问金是一个对于基隆弱势关怀的一个措施，我们目前已经约好了让基隆市国民党的党团透过今年来提案，对于弱势、对于中低收入不满意的朋友，要进行具体的关怀，这样也可以把时间跟提成拉前，不需要等到我就任以后再来提出相关的关怀。所以目前这个部分是锁定弱势跟中低收入，积极的在进行。记者黄日升，基隆报道。